保加利亚城市普罗夫迪夫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它的历史甚至比罗马、雅典、迦太基和君士坦丁堡更为久远。目前共有16名来自保加利亚的学生在友谊大学就读。俄罗斯是我的第二故乡，虽然我来自保加利亚，但俄罗斯和保加利亚是兄弟国家。